时间来到啊，非常感谢咱大德大圣严师大德律严师哈，是各位严师前进，咱等互相做下一些进山班哈，进山班的哈。我相信大家都拢要嘛哈，我也是给参考哈，我也是不进香啊，动员咱的班主。那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少，那一年呢，一年的话叫准备啊，什么献供献歌哈，啊这献供这献歌，这两个我想来讲啊，你那那你菜市场那边有啦哈，几块钱，啊是这两个你菜市场没有啦，别人讲呢，因为经过咱的人才，啊经过咱的前辈，安尼讲说。安尼家己摆，甚至咧用大家人来献供，献给咱老母娘。在咱老母娘当中，肯定是把做结束，把每一个人物啊送一个，这叫做啥？这叫做平安果，放心。嗯。跟平安果，发出来这个好果啦，安尼给咱帮忙给咱成果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平安果，啊，这个疫情作严重，真实爱好是平安，你讲对不对？对啊。印度一家伙。35万人，就一整，加35万人哦。印度有11亿的人口，一党35万，一家伙35万人哦。你35万地区偌济，再加一倍就70万人哦。顶底真正吼，我来讲，泰国本来对几亿人进，一降到3000个人。嗯。所以疫情拢控制袂好势，所以咱台湾控制做好势，当然有两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啊，咱台湾政府做了好，啊，咱大家作息规矩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明天大家挂口罩，讲好文化，你都知道了，八千，够文化啊，对头。就第二就是啊，就是因为咱台湾政府给咱扶持，所以咱来降温啦吼。啊，所以咱等阵吼，一万了吼，咱就来数个，啊，这两个缺点吼，当然这是中国不了啊。我们去那个厝吼，啊，切了几枝啊吼，啊，只要咱阿孙咧坐啊，咱阿囝坐啊，咱小人小无要紧啦吼，因为面上不管大拢有啦吼，啊，就咱平安过哈。啊，等者，咱对对来，咱对啊，咱对中明星来啦吼，啊来仁和啦吼，啊来哪，来宜兴啦吼，啊来和祥啦吼，啊爱祥祥后边啦，啊好，想跟你做老妈吼。哦，他们，谢谢谢谢。举办心意义和爱情110年人才干部金山班班员陈向吴吉老母亲三鞠躬礼，前到大鞠躬，大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前人慈悲鞠躬。感谢后勤人士别鞠躬，感谢陈局长支持别鞠躬，感谢各位点的支持别鞠躬，分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前人士别鞠躬，感谢后勤人士别鞠躬，感谢陈局长支持别鞠躬，感谢各位点的支持别鞠躬。
Oh, come on.